起潮落看风雨几回，风风雨雨人生几何，空杯弹不如对酒当歌，真真假假问谁是谁非，潮起潮落阿发已经回去了，我想他是去找证据去了。他是个粗人，你能相信他吗？哎呀，这种人有他自己的路数，有时候这种路数啊，咱们是想不到的。他贪财，他就一定会想办法弄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，所以咱们坐等消息就对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要去药厂安排一下。行啊，你要去哪个部门啊？天宝在哪个部门啊？那我就去哪个部门。行。大家都停一停，停一停啊！我说，从今天开始，子谦就到仓库来上班了啊。王大才，你给安排一下。是。你过来过来。要一视同仁啊。不是大哥，不要以为是儿子，你来这儿的时间长，以后多多指教。说了一定一定。爹，你不要急嘛，想把天宝赶出张家，咱们也不能急于一时啊。阿发都走了这么多天了，哎，你说他能不能找到证据，证明这个天宝是假的呀？哎，子谦呐，咱们要有两手准备，万一他拿不到证据，那咱们也得把天宝赶出去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每天在厂里，我就觉得他离我越来越近，让我很不安呐。爹，你先别急，现在要是把张天宝赶出张家，爷爷回来咱们怎么交代啊？等从阿发手里面拿到证据之后，别说这药厂了，就是连张家他也待不下去，所以咱们得忍，千万不能急于一时。哎，哟，还没走啊？子谦，为什么这么多年还要怀疑天宝？你偷听我跟我爹说话？我没有偷听，我也是无意中听到的。何况你自己跟静儿说，你要在张家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你不要再怀疑天宝了，他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张老爷这么信任他，再说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为什么还要这样？为什么还要针对他？叶大小姐，你要搞搞清楚，你姓叶，我们张家的事儿你最好少管。是，我是管不了，可是静儿的事我能管吧？你可不可以不要缠着我们家静儿，让她好好过正常人的生活？她现在不正常吗？她喜欢跟我出去玩就不正常？我告诉你，不是我缠着她，我们现在是朋友，如果你不喜欢我们俩在一起的话，可以回家管她去，少管我。哎，天宝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怎么了？我姑父跟子谦他们怀疑你是冒充天宝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他们怀疑我？没关系，
反正他们都怀疑我十几年了，我也习惯了。可是这次他们好像是来真的，好像还去找什么证据了。那就让他们找吧，反正真金不怕火炼，怎么找都是找不到的。对了，不过这件事情你也不要告诉其他人，毕竟这是我们张家的事情，让外人知道不好。知道了。你说我姑父他们为什么老是针对你啊？好好的一家人不好好相处，这是为什么？哎，谁家没点矛盾呢？算了，我这忙着呢，你先去做你的事情吧。嗯。啊，去吧。少爷，子谦少爷，老莫，有事啊？大少爷，我想跟您请个假。请假？干什么去啊？啊，过几天就是我妻子的忌辰，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回去祭拜过她了。君华说这几天总梦见他娘。所以我想带君华回去一趟。哎呀，这个不能回去。这你回去了账房怎么办啊？我会安排好人接替我的工作的，不过就是几天的时间，不会有问题的。老穆啊，你一来张家就在账房里面干活，而且爷爷还那么信任你，现在爷爷不在家，你说你走了，万一家里出点什么事儿，你让我跟爹怎么向爷爷交代呢？不会吧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。现在张家这么多事儿，正缺人手，这你和君华要是走了的话，那不更缺人手了吗？就是呀。老莫，还是等老爷回来再说吧。啊，反正也等不了几天，你心意有啊就行了。哎，就是你这心里有啊就行了，赶紧回去干活去吧。去吧。那好吧。祭拜老婆是假，阻止阿发才是真的。我看他以后怎么办。盯紧点儿啊。绣花鞋，手工精细漂亮的绣花鞋，你看看吧。哟，这颜色太艳了。颜色多好看呢，绣花鞋。别喊，你不怕别人笑话你？有什么可笑的？做生意不就得吆喝吗？哎，绣花鞋。老爷啊，你难得放一天假，还来帮我卖鞋，你先回去歇着吧啊！怕什么呀？我好不容易休息，就应该帮你的忙。平常都是你一个人在忙，你看，这鞋是我绣的，真好看。绣花鞋，绣花鞋，绣花。
来，喝喝喝。我说，你到底有没有货？嗨，别提了，最近风声紧，我拿不到货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让你白跑一趟了。算了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也合作这么久了啊。下次吧，马老板，你下次需要什么货，通知我，我一定帮你搞到。现在啊，就是急需人参，你要是有货的话呢，我可以给你三倍价格。三倍价格？对啊，我现在就是来处理我自己的事情，处理完之后马上就走了。所以说，你要是有货的话，赶紧给我拿来。这样啊，让我想想啊。想什么想？机会难得，你可别错过。好好好，来。对不起。对不起啊。哎，去哪儿啊？跟踪我的，你都听到什么了？谁跟踪你了？我本来就自己在那儿吗？骗人！说，你要不说，打死你！说什么呀？没听见就是没听见！还不说？啊、说！说什么说？我没听见，你打死我也没听过。卖苹果！今天算你走运。我警告你，要是敢乱讲话，当心你的小命。若言，天宝少爷来了。天宝少爷，若言，你的嘴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我碰到王二了，后来我去跟踪他，没想到让他发现了，他打了我几巴掌，他还问我，你都看见什么了？你都听见什么了？你一个女孩子怎么做这么危险的事啊？那遇上了，怎么能不管呢？再说这事情也跟我有关系啊。记住啊，以后千万别这么做了，万一你出了什么事，我会很内疚的。是啊，若言，你应该喊我一起来的。哎呀，当时来不及了。哎，那你到底有没有看到王二做什么？有，我看见他在跟一个叫马老板的人说话，估计那个马老板就是收货的人。马老板？嗯，那个马老板说他急需人参，而且要用三倍的价钱来收呢。他问王二有没有货。看来这王二肯定是忍不住了。嗯，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若言，你这么帮我，我真不知道怎么谢你了。别谢我，其实我也是为了我自己，被人诬陷是小偷，我当然想想办法洗脱自己的罪名了。对，少爷，这次我们一定要抓到这个王二。对呀，我一定要让王二人赃并获，原形毕露。少爷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您尽管说，我绝对帮你。好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四。啊，王叔，这批药材我已经点过了，你要不要再查一下？哎，不用了，你点过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是记录。我先出去了。嗯，啊。之前说马老板要人参，现在机会来了。哦，刚才送了一批人参。天宝点数的时候少点了一盒，你就是拿走了也没人知道。这么久，天宝做事很仔细的，这次会不会是故意的？故意？前几天那个叫若言的死丫头跟踪我，很可能听到我和马老板的谈话，
今天天宝又少了一条，我觉得不对劲，还是小心点，别落进他们的圈套。有这样的事儿？天宝少爷，你说他们会来吗？咱们等了半天了。会来的，一定会来的。我故意在本子上少写了一盒，他们现在急等着要货，所以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。嗯，反正现在天色还不是很晚。是啊，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是偷东西的好时间。哎，对了，下班守到现在，大家都饿了吧？我这儿有饼，来，大家吃吧。啊，来，还有这个啊。天宝少爷，这个饼啊可不是跟老鼠抢来的，这个是我自己特意烙的，可香了。香香。若言，你最近总是避开我，我有那么可怕吗？上次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帮我解围，现在有好多人都说我跟你有什么。其实天宝少爷，你是个少爷，我只是个小小的女工，我们俩的身份那么悬殊，所以等我们抓到这个小偷之后，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，免得别人说闲话。若言，其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不就行了吗？别人的想法你管他干嘛？再说了，我们不可能顾及每一个人的想法。那叶琳呢？你得想想他，他会误会的。是啊，就算其他人没有关系，那叶琳小姐，你总得顾虑一下她的感受吧？我可不希望她误会。叶琳的感受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啊？叶琳，她又不是我什么人。怎么无关啊？叶琳喜欢你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啊。是，那是他的事情，我不能强迫一个人喜欢我，更不能强迫一个人不喜欢我。再说了，我跟若言就是普通朋友，他帮过我，我们俩比较谈得来，仅此而已，这又怎么了？可我能理解天宝少爷，我跟你一样，我就把若言当成我的好哥们儿。君华，听见没有？啊，别瞎想了。要送的灵芝，我之前忘了，现在想起来了，过来拿。喏，我口袋里还有别人的货单呢。天宝少爷，是他说的那样吗？快放了我！这怎么办？你们怎么会在仓库里？你们要干嘛？他们都是来帮我的。帮你什么？上次的事还没完呢。
这个若言还很有嫌疑，你把他们带进来，万一又少了东西，谁负责？我负责，行了吧？就恐怕天宝少爷你也负不起这个责。哼，出去，都给我出去，走。哎，走。正窝火，这什么事儿？没抓到贼，还被王大才骂了一顿。你们说这事怎么那么巧啊？我怎么觉得，怎么被他们给算计了呢？确实有点奇怪。哎，那你的意思是，这个王大才今天知道我们要来抓他？等等，怎么了？我们好像上当了，快走！哎，少爷。怎么了？我人少了一个。少呢？看来他是知道你要布局抓他，所以他就将计就计来糊弄我们。这个王大才太狡猾了。天宝少爷，你想什么呢？这个王大才偷了人参以后，他一定会去找马老板。若言，你见到马老板是在什么地方？我马上去找他。这么晚了，谁呀？来了来了。哎，你们，掌柜的，这里有没有一个马老板在这儿住店啊？马老板，有啊，他在几号房？他已经走了。什么？走了？不是说要住好几天的吗？这我哪知道，反正他就是今天走的。天宝，大伯、伯母，早。大少爷早，大少奶奶早。你昨天晚上不在家？啊，我有事儿出去了。什么事儿啊？要出去一整晚呢，还和他在一起？你说你们俩整天一块儿进进出出的，不知道的人呢，还以为你们俩是亲兄弟呢。天宝，你现在是少爷，你不能总和下人在一起，知道吗？人家天宝啊，早就把君华当亲兄弟看了。你也太不像话了吧？啊啊！你想回来就回来，你想走就走，这儿不是你的家呀，这儿是客栈呢。大少奶奶，我们不是出去玩了，我们是去抓贼了。抓什么贼啊？就是偷取仓库货物的贼。是谁啊？抓到了？就是王大才，可惜让他跑了。哼，怎么可能啊？王大才跟了我十几年了，他怎么是贼啊？就是他。胡说，他要是手脚不干净，我能不知道吗？你们不要找借口，随便找个人来顶罪，知道吗？我没有胡说，他真是小偷。大少爷，是你看错他了。你是在教训我不懂得看人吗？大伯，君华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是说我们都上了王大才的当，被他骗了。他是个下人，居然用这种口气跟大少爷说话，简直是目中无人了。天宝啊，这也得怪你啊，你平时什么事都包庇他，你让他越来越放肆了。不行，今天我得教教他做下人的规矩。你给我跪下！你跪下！你还敢躲？给我！你给我！我打你！臭小子！我住手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打！哎呦！你这个泼妇！哎呀！叔叔啊！你没事吧？没摔着吧？叔叔，你看看你这个好侄子！你太不像话了！你居然骂我是泼妇！好，你先坐。他眼里没我这个长辈，我现在连教训个下人都不行了啊！我连教训个下人都不行了。你太不像话了！张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子孙？你目无尊长，你还动手打长辈啊？我今天要好好教训教训你！来人啊！刘福，来了来了！哎，大少爷。
把家法给我拿出来。这没听见我说的话呀？拿来。是大少爷。大伯，家法好像还不是你能用的，爷爷还在。哼，爷爷现在不在家，我就是家长，我怎么不能执行啊？你就不怕爷爷回来以后教训你？少拿你爷爷来威胁我，你爷爷是我爹，我爹教训我那是以后的事情，我今天要先替你爹来教训你。大少爷，这不合适吧？少废话，跪下。来人！啊，大少爷，大少爷，把天宝给我，你都跪下，让他跪下。这样不好吧？没听见，聋子吗？真聋了！让他跪下！别碰我！别碰我！跪下！我今天不好好教训教训你，我打死你！我爷爷。你为什么要打天宝？他目无尊长。他怎么个目无尊长？他骂我是泼妇。检查一下你自己，他为什么要骂你？爹，天宝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，他做事也不跟我商量，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顶撞我，所以我才教训他。交好你的纸钱就行了。天宝由我来教。天宝，跟我走。是。是吗？不是。哎，你看这个是吗？哎，去那边看看。还没有啊。哎，哎，若言，休息一下吧，我走的脚都疼了。哎呀，走这点路脚就疼了？不是，大半个城都跑遍了，你看，鞋底都磨掉一层了。哎，行了，田少爷，回去我给你双新的。这么久还没找到马老板，咱们就别找了吧。不能不找啊，马老板是唯一的线索。他昨天就离开客栈了，你上哪儿找他去啊？他昨天离开客栈了，可能他今天又回来了呢。也可能已经走了呢。反正只要有一丝希望，我就要继续找他。哎，若言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对天宝少爷那么好？偷的是他们张家的东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我就不明白了。你忘了，我是被诬陷的。如果不找到那个马老板，谁来还我清白啊？还说朋友呢，走这么点路就累了。你要不想帮就不帮吧，少说那么多废话。哎，若言，哎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若言。哎，你说的没错，那个马老板大概是离开了。找不到马老板，那就没法证明王大才是小偷了。你多大的人了，啊？让王大才骗？爹，那只是天宝的推测，他没有证据。我想那个王大才，他也没那么大的胆子。你想，有些事情不是你想是就是的，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呐。可是王大才平时也看不出什么来着。他说的话都是真的吗？啊？你要抛开对他的信任。重新去考察他。是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你为什么让天宝去仓库工作？啊，那里的活是又脏又累，他是个少爷，能吃得消吗？哎呀，我这不是想让他锻炼锻炼吗？
这样对他有好处。好，我就再信你一次。啊，如果你真是尽心尽力的为天宝好，啊，年轻人吃点苦也是应该的。如果别有用心，你想想你的后果。还要让我有后果，走着瞧。哼！红包车，哎哎。火车站，好嘞，您坐稳了。不对，你是不是走错了？这路不是去火车站的，停下，赶紧给我停下呀！老板，你不知道，我走的是小路，这条路近。近？是不是真的呀？放心吧，老板，我不会骗你的。这条路一直走到头，左转就是火车站了，耽误不了您的。那你继续走吧。哎。老板，到了，到了。这哪里啊？向前。来人，要王大才给我抓起来。是。这抓你们干什么？为什么抓我？为什么抓你？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？我不明白。马老板你认识吧？他已经什么都招了。哎，大少爷，大少爷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冤呐！你还冤？你这个王八蛋，你良心被狗吃了啊！枉我对你这么信任，你却干出这种吃里扒外的事情啊！说，王二呢？我不知道啊。你还想知道？你不知道？你们两个是在一起的，你不知道？说，王二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我先把你的手打断，我再把你送到保安团去。来，把他拉走。大少爷饶命啊！不要打了，我知错了。大少爷饶命啊！压住了。啊！哎呀！大伯，别打了，直接送保安团吧。这是药厂的规矩，你收回。哎，看着啊，这就是。小偷的下场，哼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去找王二，一定要找到他。是。叔叔啊，爹，你在药厂待了几十年了，看得多。经历的事情也多，你怎么还不如天宝在药厂待了几天呢？嗯，你一个人在你眼皮子底下偷东西，你不但一无所知，还包庇他。嗯，那个王大才在我们厂待了十几年了吧？哼，他十几年偷了我们多少药材？天宝在仓库待了几天就看出来了，啊，叔叔，嗯，不要让天宝在仓库里了，让他帮你打理药厂。这，爹，不行啊！怎么不行？天宝是假的。你有完没完？自从天宝回来，你就怀疑他，你就容不下他。我告诉你了，我相信就够了，你怎么就容不下他？如果你们俩不相信，滚出张家！爹，您别生气，爹别生气。说什么呢？那么糊涂啊！天宝就是天宝，哪有什么假的呀？快向爹道歉，张嘴。怎么还不动手啊？
让我动手是不是？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你好狠呐、啊！居然让我张嘴，居然让我张嘴！别打了，你个没良心的家伙！我打你，我打你，哎、我就打你！别打了，我就谁让你说话不长脑子的？啊，哎，你说，我们现在有证据证明天宝是假的吗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咱们就不能乱说话，是不是？爹不骂你，骂谁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今天呢，幸亏是我这么做，否则的话，爹不会放过你，弄不好还会把你赶出去，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。你真的是为我好呀，你？我当然是为你好了，我是在救你，你怎么还不知道好歹啊你？我是，别打，别打，我跟你说。你给我收敛点，别再闹出这么多事情来了。爹还在，还轮不到咱们说话做主。哼，哼什么哼？嗯，青池，你站住！姐姐，干嘛呀？打扮得那么漂亮干什么去？我没有啊，我平时就这么穿的。这么说，你天天都在外面勾三搭四的了。哎哎哎！我说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找什么事儿呢？你找什么事儿呢？你我为你好、哎，你都不懂啊你！你为我什么好？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他嫁过来之前，你多少孽缘没还呢？我，哼！你这个小贱人！我告诉你啊，我总有一天会抓住你在外面勾搭人的出去。哎呀，我说你掐他干什么呀？你说完没有了？说完回去，你赶快回去。哎呀，回去，你赶快走吧。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干嘛呀？干嘛？你再吵着爹的话，爹肯定还会再骂你，骂你是泼妇。泼妇就泼妇，我就泼了。你真是不可理喻，你泼妇。你不可理喻，你泼妇。呸！泼妇。我咋？爷爷，爷爷，哦，天宝，老爷，哎，快，坐坐坐下，啊，来坐坐，我不坐，坐吧，坐。爷爷，这次能够抓到马老板，多亏了若言姑娘。啊，姑娘，我认识你，你给我们张家送过信，哎。你真是帮了我们张家一个不小的忙啊。这都是小事。哎，这可不是小事啊，有些男人都不一定能做到。啊，我得好好谢谢你。你要点什么？我不想要什么。什么都不想要，你这样我怎么能过意得去呢？若言，我爷爷让你说你就说嘛，别客气啊。这样，那好吧，我想可以进来帮您打扫办公室。啊，你这算什么要求啊？我之前一直被人误会，连打扫卫生他们都不让我进您的办公室，所以现在我想请老爷还我个清白，可以让我进来帮您打扫办公室。绝对没问题，从今天开始。这个办公室只有你来打扫，真的？嗯，谢谢老爷。哎呀，不过这也不算什么要求啊，你再想想。我真的没什么想要的。那我把这支钢笔送给你，啊。你可不能拿金钱来衡量是否贵重。这支笔跟了我很多年了，跟我感情很深，还有纪念意义。来，拿着。那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哎，天宝，啊，爷爷让你拿着，你就拿着吧，要不然爷爷会失望的。啊，那谢谢老爷。若言，我觉得爷爷特别喜欢你。
我听别人说张老爷很严厉，可是我见了他几次都觉得他很和蔼可亲，和他说话就跟自己爷爷说话一样。是吗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来，我拉着你走。不用，我自己走就。若言，若言，若言，你也很累了，这样吧，我放你半天假，你回去好好休息。好，那我就先回去休息了。哎，娘，别动！多管闲事，老子也不会这么惨，被人通缉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要干什么？我要毁你的容。回到了那个夏天，转眼之间一切却又都不见，原来失去只在转瞬之间，失去的诺言如烟随风飘散不见，终于明白泪水真的很咸，是你让我重新燃起爱的火焰，却从此跌进了爱情的深渊，泪水模糊视线，闭上眼散不见，终于明白泪水真的很咸，是你让我重新燃起爱的火焰，却从此跌进了爱情的深渊，泪水模糊视线，闭上眼